证书，请毕业生就座。乖乖班孩子们，请出列，其他毕业生请坐下。见证他们的成长，见证也给他们鼓励。人生的第一张毕业证书，我相信此刻爸爸妈妈跟我们一样，感受得到非常的荣耀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老师给孩子们的祝福是一帆风顺，前程似锦，给我们掌声鼓励，恭喜他们毕业了。 好，谢谢精英班，请退场。接下来由I班的老师亲手颁发毕业证书。一张轻轻的证书，但是背后却是无比的沉重。这三年的岁月，给孩子们很多的教导，很多的鼓励，对孩子来说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学习旅程。而在这个旅程结束了，
即将迈向另一个新的里程碑。老师们给的这一张毕业证书也是一个祝福跟肯定，要祝福我们的毕业生在未来的日子里勇敢地追寻自己的梦想，在自己的天空上画上属于自己的色彩。也要记得永远把这张证书放在家里，同时也要放在心里，因为它并不只是一个资格，同时也是一个满满的祝福与回忆。接下来我们再次请上给我们全体的毕业